大家下午好嘞！哇哦 ！Hello Hello， 吸冷气凉了，抱歉。等下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刚刚装冷气。Hello， 奥比王，你可以。帮我去兜粉跟大家说我开直播嘛，麻烦你了，谢谢。谢谢你哦。Hello Hello Hello 竹轮 Hello 光，好，你好，你好，嗨 ，Hello 阿娇 ，Hello QQ 男子，你好，好啊。你在吼什么？我在吼你啊！你吼我 ！Hello 宝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下午好。没抢到冰球，怎么可能？你应该，哎，听说后面有很多人有试票，就是试出票。整性男子，你下载了没？
维京崛起，一进去就完售，你要一直点更新。可惜了，这次我跟你讲，我第一天去，王那天他的状态超好哎、欸，但是他们唱了快三小时，我们两个真的是快烂掉，站到烂掉，累死了。嘿嘿嘿，羡慕吧？不是，我跟冉晴去跟冰球约会，真的是很好看的，疯掉！那天还要上班，那天不是假日吗？等大家进来，你下载《维京崛起》了没？咪咪，大家下载了《维京崛起》了没？Hello， 你好。没想到就是上班，你应该等试票的啦。通常在就是演唱会前都会有一波分手潮。对，有人说什么跟女朋友分手了，有没有人要之类的。上一次冰球演唱会就是这样，我没想到我还很紧张，你知道吗？结果好多人试出，演唱会前都会有分手潮啊，真的是很赞。来播他们的新的那个，草莓酱，草莓酱，你最后加进了哪里？你有退出吗？不能退出哎、欸，废寝忘食，真的哦。哎，去眯一下哎、欸，我才刚开哎、欸，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崛起都还没拿起来呢。大家拜托，把你们的亲朋好友都。帮我们下载一下《维京崛起》，玩一个月就好，一个月就好，拜托大家，把你们的亲朋好友都。我的坐标在哪？我的坐标在337-518-1384。但不能用同一个 WiFi 下载哦， IP 一样的话就不会算。519-1384，拜托大家，我们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加入蔡一柔好不好？走，看能不能飞，有可能不行。我明白你此刻也在想我，不止一点。Oh baby， 星星眼睛，那是我喜欢你。
现状。好，对，用我的连结下载就算。七七是七七，该不会是七七？耶、yeah, ！你开车，车上模式。大家你们好，我是 AKB48TV 的蔡依柔肉肉。你车上有人吗？如果有的话，大家拜托。麻烦你们，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愿望而已。林姐也在里面，林姐也在里面，林姐也一直在课，也骂你骂阿姨。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如果你们手机有空间的话，可以帮我下载一下哦，谢谢。要点我蔡依柔肉肉，我叫蔡依柔，不是这个依。人影一好不好 ？AKB 都成AKB 48TV 都成军要六年了，你还不会打我的名字，真的过分哦！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介绍啊，叔叔阿姨你们好，我今年23岁，属蛇。刚满23，没有一阵子了，有一个月了，快一个月，天几号？快一个月，23岁，快一个月。你也才刚满，生日快乐耶！大家，我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忙。虽然地下街的看板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大家募资就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达成这个荣耀，希望就是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粉丝都可以找身边的亲朋好友帮我点蔡依柔的连结下载维京觉醒好不好。好的，今天在这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哟。然后不足成员加起来总对，但是排除我们 AKB48 的 TTP 的成员，其他就是粉丝们，你们要达到2亿战力。可是我们还是，我还是会很努力的，就是帮大家扛住。我也在大家后面当你们的靠山，好不好？不足要去哪里加？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呢，你现在几等了？你应该已经开启了不足功能，然后在你的右下角呢，会有一个像旗帜的东西，你就点进去。阿杰阿青也算，对。点进去之后呢，你就查 TTP。你就会看到一个叫做我们就是 TTP， 你按加入不足就可以了。你身上承载好几个人期望，对，其实当初我会，其实我这个做法是我想出来的，但我很怕到时候没有做好被大家骂。
对，反正我是希望可以分散一些风险，然后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可能实力没有其他前面成员那么好，所以就是前面几位成员自己来，那我们就剩下的几位成员就绑在一起，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的努力。好，叶云子轩那边对也是联盟，但不清楚他们的连结。下载连接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错，但是就是还是要大家继续支持，赶快召集三次非学霸组，我们已经召集了好不好，我们总共下载人数要达到600人，好，对，到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游戏活动为期1个月，所以大家玩1个月就好，我们珍惜这1个月，我们要把这1个月的时光变得非常的不一样，要留下属于我们特别的回忆。然后请其他群组啊，不是其他部族其他成员部族的粉丝们不要来打我们，谢谢，我们就相亲相爱好不好，我们其实最终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那个台北地下街的开板，所以大家我相亲相爱，就算退出了我们部族也不要打我们好不好，拜托，合作关系，合作代替对抗，对，不是因为有人退出之后打一品，不要这样，所以刚刚那个谁我问欧比王，你有找到不足吗？我们总共要有5个人，要达到2亿赞。好，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好不好？就是全部成员的部族都要有5个良印，还是1个成员5个良印，一个成员有5个，要有一个成员要有5个，一个成员要2印，但是总共要有5个成员，所以我们总共要有10亿，对，有找到部族，那你可以加进来啊，看到你了，等一下，我来看一下，下大雨，哎呦，我们啤酒姐姐也在里面了，不是有提起的时候，我说服自己我没有爱过，可措手不及都是一阵风，不要问别提起，游戏在眼里，刚是不是闪了一下，所以你的部族里面有一个啊，不是，是我的部族，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创的不足的你们，就是加，应该是说你们也不一定要在我的不足，你只要用我的连接下载的那一刻，你的战力就算在我这里。那你要加其他像我们三三七王国里面的第一，对，就是现在不管是嗡嗡、一品、一零跟少虫的粉丝，都麻烦请用我的连结去宣传。对，总战力超过两亿，然后希望在这里就是可以麻烦大家努力的玩，然后玩到等级23对吧？每个加起来2亿嘛，对，我们就是用我连接下载的人加起来总和要有2亿战力，就是你们网络上看到我显示的那个要达到2亿。好，好，我去一下厕所，等我一下哦。在这里速速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呢，今天你们加入了我的布局之后，或布局，或者是加入了其他人的布局，没有，等我一下。你们今天加入了我的部族之后呢，麻烦你们每天都要点这里哦，这里有一个科技，然后它会有就是东西可以捐献，麻烦大家去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部族就是可能加速时间跟成员上人数上限变大，让我们的部族更强壮。然后呢，你们家前期刚进来能加入部族就赶快加入部族，因为你这样就是升级会比较快。加入部族，你所有东西都可以请其他部族里的成员协助你，让你盖房子加速。对的。互助，对，可以互助。然后有时候就是在地图里面，王国里面会有一些怪，然后有些人会发起战争，就也不是发起战，集结成员，集结兵力，你们就按集结就可以去打。
尽量能按就按，因为这样战力越强就可以拿到更多资源。然后新手刚进来的时候能搬到，我是不是要迁城到部族服？对，如果你加入部族的话，尽量搬到离部族近一点的地方，因为你要派兵的时候，这样才可以派。假如你在河的另一边的话，你兵是派不过来的，因为离我很远。昨天盟主谁被打烂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对，就是我跟你讲，我其实有一点玩错了，因为我现在主要战力是一只紫色跟一只红色，一只黄色，然后我那个黄色我升不上去，所以有一点卡关了。然后那黄色很帅，紫色要选什么？好的，你出去玩了。护卫队，我看一下综合，那他是枪兵。好了，我主冲这一只好了。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可怕的是，它所有都是看起来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好像进不去了。为什么？大家可以出哪个？你说那个女生吗？我现在好多黄色，一二三四五只黄色。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是加入部族，你可以跟其他伙伴互助吗？我觉得可以等到大家都互助完了之后，你就按加速，这样你的那个你的王国就会建得比较快。然后他们问我，你骂他，好，不要再雷啊！为什么这最近一直遇到雷的人啊？真是。然后能点什么就点，免费的就点就点啊！可以提醒我是你还是 Mina 开始先听冰球的吗？什么意思？是七七先听的，然后七七跟我推荐，然后 Mina 好像是 我忘记了，但我知道嗡嗡是后面自己听到的，收不到票。但代表会有很多的票咯，什么意思？哇，怎么办？我其实玩那个游戏，我没有什么诀窍。
能按什么就按，就一直按，就一直按按按按按就对了。每天打开。可以小除一，多除一点。看一下我们的玲姐，除了很多。诀窍就是氪金，对的。大家氪起来，我也氪了，但我们成员不算，我觉得很难过，所以要麻烦大家。我截个图，要报告。我的。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提问？在这里可以跟我提问。我们的概念是 AI 少女，我记得 AI 女友。什么？然后一定要就是。平均分配兵力，然后去采集物资，不然会跟我一样没有物资可以盖房子。对，我前期我在这之前前面就是佛心丸，然后我上一次开直播不是整个欲哭无泪，笑不出来吗？因为当下我又在知道要跟这个游戏合作的时候，我就已经先下载了，然后。就是那时候姐姐传讯说你们那些先下载的可能不算咯，因为大家要从一起从零开始，这样才比较公平这样。然后就而且我玩很久这样。谢谢陈宇的追踪，谢谢你好偷宝仔。我哪有，不是啊，就说啦。啊，幸好后面没有重新开始。可是，成员你好，我是 AKB48TTP 的成员。AKB48TTP 是 AKB48 在我们台北的姐妹团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呢有跟一个游戏《维京崛起》合作，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下载一下，然后玩一下游戏吗？就是为期一个月就好了。怎么了？你好开心？对，因为我看到你很开心。你可以幸灾乐祸吗？我没有重来玩好吗？我最后没有，可是就是不算而已。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目标要达成，所以希望有很多人可以帮我们下载这个游戏，然后玩一下这样。你可以搜寻我的 IG JOU0715， 在我的主页会有一个维京崛起的精选现实动态，然后那个连结点下去，按蔡一柔这个人的头贴，帮我下载维京崛起，好不好？你是女生，你好，女生很好啊，怎么了吗？但你本来就叫陈宇吗？因为陈宇这个名字，我觉得偏男生的感觉。可以麻烦你下载一下，然后帮我玩一下吗？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力，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达成。昨天我跟一品去吃饭，问你了，你不知道？
不是我没有对陈的名字有偏见的。问你啊，你不知道我是女生吗？我现在跟你讲啊，我现在知道了呀。我没有有偏见呐、啊。我昨天跟依萍就是去吃饭，然后我们隔壁桌的男生，他那个钱就掉地上，然后滚来我这里，然后就捡起来还给他这样，然后就依萍说，我刚刚帮他捡钱还给他，那他是不是要帮我下载一下《北京崛起》？知道就好。怎么了吗？我团子吃了没？什么东西团子？我跟你讲，人只要到一个极限，就会开始脸皮比较厚。结果他已经下载没有，我最后是没有跟他说了。班生，你下载了没？强迫下载？没有，最后没有。我到底哦，我有叫我，我还没去过。我有叫我同学下载。我可以帮我玩一个月就好，一个月。我们部族人数就是有增加。现在已经可以57人了。So please, I don't want nothing. Don't walk away. Please, I don't want nothing. Don't walk.爆炸了！你只会玩《离不离爱》了，我知道，我知道《离不离爱》的比较简单的，我们现在，拜托你下载，啊，一个月就好，我也玩一个月，我们还是《离不离爱》的。对，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在这里问我。我是说，只否《北京崛起》哦。我们今天开一个半小时，为啥这个知道吗？这也不是我知道的啊。但你玩了会上，啊，就是啊。可是我觉得我的照片很好。家拜托了，没关系，我们非常需要你们。飞雪们，陈宇分好联盟了吗？这我不知道哎。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相互需要和你相依，相遇需要你，我是雨季，想要空间，是你相信也和坏脾气。
对的。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我的头垫真的很可爱，那个哥布林，我好想要哥布林吊饰，拿鸡腿的那个，没有买到啦，我就买到了飞天小桃。就是，对，你们大家不是前阵子我开直播，你们看到我在没事，然后在旁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我就是在玩《危机崛起》。对，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大家麻烦了，拜托拜托，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请把你们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找来下载这个游戏，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果然玩了，我没有玩很久啦。哇，这真的很猛，这真的很强。这种英雄怎么练？我挂笑场，然后就是他可以用那个经验书，对，道算道具吗？算道具，反正他就是可以直接升级这样。Sure.
先练稀有英雄还是先练给你的笛子？我练给我的笛子耶。 Hello 小易，嗨，但现在就是我昨天听一平讲，然后刚刚陈恩又讲了一次，所以我打算开始都是练紫色的。我练了我第一支，因为稀有的它太难升了，除非我刻。你没金色吗？我有金色啊，大帅哥。可是我现在先挂着它，等我这只练拉灯就升上来之后，我再换。你要不要回家？Baby, 肉肉的 Andy 可以加入为你效劳，什么意思？这个是围巾崛起。可以麻烦你帮我下载一下吗？你去我的 IG ZOU0715， 我的主页有一个围巾崛起的现实动态精选，点进去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网址的连结。那你点下去呢，找到我蔡一柔。帮我下载这个游戏，加入我的部族，让我们一起飞向宇宙浩瀚无垠。没，你只说你是我的手下。是的，挂机了。我对，那时候把它马上就升上去，让它自动。对，大家的那个阴巢就是这个老鹰的家，要升到六等之后，它就可以自动探索。对，所以大家赶快升上六等。就是呢，这里啊，这里有一个小小这个。我现在都点完了，再点进来，这里有每日任务跟任务。如果你有达成的话呢，这里就可以有很多物资可以领。然后呢，你的头贴点进来，这里有个攻略帮助。如果你有达到的话，这右下角也会有，就是小小的奖励可以领。
反正只要看到什么红色点点，你们就点进去按。就按，看到什么就按，想要什么就按，想要氪金就按。按呢？你要帮我下载，我们玩一个月就好，好不好？玩一个月，拜托了。我们一个月结束就，大家就 OK， 放松。求求你了。然后这里也会有任务，你们就都破一破之后，你的这个叫声望等级就是提升，这里就也给你东西。在电脑上玩跟手机上玩有差吗？没有差，但是你有可能可以有两只账号，就是你手机下载，用自己的网络下载，这是一个账号，就是算一个 KPI。你电脑再用家里 WiFi 下载，这是另一个 KPI， 这样就可以有两个账号，就可以帮我们多加一个名额，多加一点的战力。打算有时间再玩。好的，再麻烦了，好不好？现在这里有谁有对于维京崛起有任何的问题吗？我可以帮你们解惑。啊，有不会玩的，现在也可以问我，好不好？好。原来如此，那你有好，但是你有好多只手机的话，你用同一个 WiFi 的话，它就还是只会算一个 KPI， 应该有功率啊。对了，有我不足里面，我再传一次好了，就是它有礼包可以拿，等我一下啊，我传给你们。礼包嘛，你们点头贴进去，然后有一个设置，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我刚刚传了一个礼包在部族的群聊里面哈，然后呢，你们看到那个礼包嘛，你就点头贴，这有个设置。然后在这里有个礼包兑换，你们把礼包码输入进去就可以拿到一些资源，几个，总共是，我看一下，1、2、3、4、5、6、7个礼包码，记得点进去换哦。
还蛮多的，对，早上就可以再抽英雄。不知道他的角色有没有就是什么比较厉害的之类的，他到后面真的是很难升耶。哪里我刚要干嘛？我刚要干嘛？协助，我要加速。好，我要升。因为应该大家几乎都昨天成员都大致上该讲的都讲了，对吧？啊，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没有看其他的成员的直播的话，可以在这里问我。第二天都很没有，因为我昨天不知道我该什么时候开直播，就是一下突然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样。然后对，反正这游戏就是点一点点一点啊，升级升级升级，每天每天玩。现在领土已经扩张出去了，但领土还不能加速，讨厌！面面他们在我们下面，他们领土也太大了。看一下。很强！哇哇！前期加速，就真的真的真的。想说睡前，那、我点一下好了，那、点一点我放着，让它跑时间，然后我点一点就四点，点一点天就亮了，生日快乐啦！其实我觉得他们加速也蛮佛系的，在推，所以都还好。但我觉得我推荐前期就是加入部族，然后。让其他人来帮你加速，这不是小偷，是时间大偷了。我看现在有谁在线？哈哈哈，我们的林姐。林姐有点猛哦，她战力冲很快哦，我会到最后就被她追上。有人没得上线哦，我是一个很讨厌边走边玩手机的人。可是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能边走边玩游戏耶。
迟迟不下线，嗯，要塞盖超久，而且它还不能加速。你现在是加入谁的部族？很难走，那又说什么？现在艺林跟少彤那边还好。其实我不知道分出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们部族已经满了，所以没有办法昨天马上开了一个，可是现在汪汪又要再开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这游戏规则被我们也被弄得塞满了，什么意思？我问一下，对啊，他等一下要唱。不足还好的活动都在那里下载。对，可是就是，但是现在我看刘家他没有战力耶。可是照理来讲，还是一定要加入不足才会算战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我本来是选这一张，我给你们快速看一下就好，因为我不确定能不能。对，但我本来是选这个，可能公司高层觉得不太 OK， 但我比较喜欢这个。怎么样，可爱啊？你怎么了？这什么事情？哎呀，我喜欢豆子叶。
我分享一下，笑疼好可爱哟、哦！不知道，要问问看。是分梯次开呀、啊？什么东西？你说？等一下，我还是放他地方这份声音好了。我那天去嘉宾室送文化、欸、就是好喜欢，就是
我心真了。我跟你们讲，我拍照那一天，我们那时候 MV 拍摄跟平面拍摄其实只隔了一天，然后我那几天真是累死，好累死！我平面拍摄那天大水肿，超可怕。我们来播一下《就是好习惯》。Pineapple Seven Shiny。大家也要听哦，记得。在听就是好喜欢的过程呢，大家也要不忘了，不要忘了玩维京崛起，好不好？好喜欢，很喜欢，我也是。虽然不能不该这么说，但刚才不知道说你也很棒了，那真的就是好喜欢。你会不会记得？我那天发那个限动，大家不要误会是谁，就是啤酒姐姐的。心动的前奏，怎么办？就是好喜欢，为什么就是好喜欢？怎么办？还是好喜欢，想回心扎进爱情河。如果说这风是装傻，只为了装淡，用感情口告诉我，这算不算是爱？大家拜托，求求你们下载维京崛起，加入我的部族。坚持一点熬着的冷漠，不经意你就走，心跳扑通扑通，在怒吼着心就伤口。怎么办？就是好喜欢，为什么就是好喜欢？怎么办？还是好喜欢，像历经万年的冰川融化开，针锋相对不再装傻。没错，想要弄明白，这算不算是爱？放现实上，心跳成石头上的阴谋，告诉你我准备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你可能要问导演。我只知道我要在下面。MV 拍好现在是可以讲的吗？我不知道。装傻只为了装淡，心口告诉我，这真的就是爱。完了，完了，细节不要透露就好。可是，不是啊，已经有人说我们穿那个衣服很热了，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资讯的时候，我想说这是可以讲的吗？我现在不提这件事了。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雨这么大？我想问，就是大家是知道这件事情了吗？还是因为不知道看什么？D 卡吗？说什么？有人说穿这件衣服很热，在不知道。好，那当我们说的被溜走，在看到结果，你会不会记仇？在刹那的心动的前奏，封面出来就说了吧。哎，洛克，哎，洛克退出我们的部族了，对不对？视线却离不开洛克，你要好好的为艺林他们那边加油哦。你上了门，装傻只为了装淡。很热还晒伤，还好光眼都讲了哦。OK OK 哦 ，OK 哦，我都讲了，我就好。就是所以对于刚刚那件事情，应该是还好啊。就的冷漠，还有一个成员觉得自己镜头太少，也这样。可以告诉我是谁吗？妹妹对不对？不是，我觉得妹妹不要这样，好不好？其实现场就是有很多就是不能确定的因素，所以。最后一道防线是伤心飘散时头上的阴谋，告诉你我准备要说什么。你是去哪里啊？下蛋的刘海视线却离不开，怎么办还是好喜欢。我真的觉得有些人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真的要知道啦，不要一直这样啦哦，很困扰哎。听一下 24/7 今天是谁讲的？应该要说，当艺人，今天你自己都已经是选拔成员了，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自己该清楚。
真的是。最后上车的是我走上了这一季，尴尬的心情，昨天还站着要关机，当你在窗外大声呼喊着，你决定走出去，已经被撕掉好久不变的失忆，接受的画面自己要有危机意识，而且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是很常在发生呢，不觉得有点超过了吗？我觉得我真的不该听这首歌，我觉得听这首歌我整个身体很痒，你知道吗？想跳，不行，我刚刚已经差一点了，不行这样，好可怕哦！向未来的天空望去，雨婷，我不知道，可能虎栖声吧。跳一秒，你说跳一秒的动作 ，OK， 我以为你说一秒跳错了，所以大家有听到我是唱哪一段吗？可是，就是这部分大家有在公，就是舞蹈动作大家有在公演，都有一些小小的爆雷了啦。彻底，你的时钟却不会为谁暂停，没有人能为你装上翅膀，快乐都在自己。等一下，好可怕哦！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单都在被爆雷耶。思念飞机降落。对啊。之前很长曲目被唱片行爆就泄露啊，啊啊！等一下，啊！这我们要听，我们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关播。梅根发现他们有说好，我不知道啊，就很常遇到这种事啊。我等下亲子动态再发一次，不是很常，是每次。对，我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可以办到的？我等下再发一次，因为我用平板转发，好像画质有点低。Thank you.
心动的前奏，怎么办？就是好喜欢。那时候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我们录音的哥哥就说：“有什么不行啊？哎，这游戏不是前车之鉴都已经这么多，为什么连游戏都可以？”你不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录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有一个，就是你要跟一个男生告白，然后你要跟他就是好喜欢的。我在唱一个不小心，就是那种哦，真的超爱你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情绪真的是很难掌控啊！我真的。虽然我只上过三加这一次三次单曲，但我知道我们总共已经被爆雷了，几乎是90%一定会被负100。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啦，大家，我已经崛起，要麻烦大家多多玩啦。然后我今天直播就先开到这了，我等一下还有事情，那这礼拜还会再开一次直播再告诉大家。然后我们的八单 24/7 Shiny 跟附录曲就是好喜欢，大家也要多多收听哦。这次成员队五周年的垂幕就是要保密，大家要确定耶，要确要确要确哎，你要确定耶。好啦，拜拜咯。我们在维京崛起见面啦。拜拜。五周年见，好的哦，礼拜六见。天助你也。对，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情，不好意思了。洛哥，麻烦你了，你要找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来玩哦。拜拜啦。